大家好，我是王炳芬。我讲个风格呢，是只讲干货，不说废话。这一节呢，我们还是坐而论道来讲这个《道德经》。《道德经》呢，这是第六章的最后一句话了，叫"绵绵若存用之不勤"。这句话呢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对于我们就是你要是学习啊、工作啊，特别是脑力劳动的人来说，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用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在一天的工作当中感觉很累了，很累的话，你就尽量要劳逸结合，要休息啊，不要这个东西过于疲劳透支自己的身体啊。如果你好好休息一下，第二天你又起来又精神焕发了，就去工作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状态它就是一种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一种反应。绵绵若存就是你的体力、精力就像这个宇宙的五行的力量一样，它是源源不断的能够生发出来的。你只要不要一次透支把它给用完了，它下次还是会生出来。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鼓风机或者是这个风箱，在拉这个风箱的时候，你慢慢的去拉，它就能够风，它就源源不断的能够给吹出来。对我们的精气神其实也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呢，绵绵就是连绵不断的意思。就像海浪一样，你去大海，你看到这个海浪，它就永不枯竭的它在不断的翻滚涌动。但是，虽然我们知道它是永不枯竭的，但是你一次不能够用的太多你要用之不勤用之不勤，于是那就是不要用它，是吧？或者是很懒惰就是很懒散的用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勤就是你不要过于频繁的意思。不要过于频繁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去恒定的去用，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上班朝九晚五，比如说我们周末要休息，很多宗教仪式里面都有礼拜天就要休息，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要张弛有度，张弛有度呢，就是不要一蹴而就，不要马上把它全部用完，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而是有一个恒定的一个规律去利用它，就是稳定的恒久的意思。所以说呢，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宇宙里面的这种空间、这种空间、时间的这种五行的力量，它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那么创造繁衍的运动呢，它也是不勤不惰的稳定一贯的、恒久的、绵延不绝的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我们无论是在修身养性上，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我们都能够知道，任何一个东西，它在用的时候，就不要太极端化，不要太极端化，甚至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熬夜拼命的熬夜，熬夜，熬夜，到最后透支身体了，还有就是在一些事情上，我们不要过于去沉迷，比如说这种咱们说的这种游戏的东西，这种性的东西，如果你过于沉迷，透支自己的身体，那么你就做不到绵绵若存了，所以说呢，这对我们来说，《道德经》里面的这句话，对我们的启示是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，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。好了，这节课关于这句话的分析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